我在大理寺当宠物，这不古装玄幻剧终于在网友们的千呼万唤中定档了。有很多人称这部网剧的名字听着就很有意思了，有网友趁穿越剧看的也不少了，第一次见穿越之后变成猫，这样的穿越剧还是第一次，题材很新颖，原来撸猫也能拍进电视剧题材，又创新了，观众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这部网剧的上映了。看花絮都觉得非常搞笑无厘头，跨越时空的高田人宠恋剧情感觉有点迷人，不知道猫和人咋谈恋爱，让人感觉剧情肯定丰富多彩，这剧编剧一定脑洞大开，很期待剧情的发展了，让人感觉很有看点，迫不及待的想去围观一下了。海报也是粉粉的少女心啊，很唯美的画面让人眼前一亮，里面的男女主角颜值都好高，男主还很清秀，身材高高大大的，完全符合小说中的形象，女主角也是甜萌甜萌的，漂亮又阳光，简直就是郎才女貌，很般配，两人在一起也特别有 CP 感，画面很温馨，十分养眼，又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就连小猫咪的颜值也是很高了，冲着这个宣传界面里面的苏甜剧情也是让看的人也是脸红心跳呢，不少观众趁男主角这个吻个头真的太诱惑，满满的宠溺深情款款的样子，